们今天为什么在这边吗？为什么？有觉得我们穿得很特别吗？很白。我们今天是来看我们的小宝宝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依依。我是豆豆。你知道我们今天为什么在这边吗？为什么？有觉得我们穿得很特别吗？很白。我们今天是来看我们的小宝宝啊？因为我其实大家有看我们前一阵子的环岛三系列的影片的话，会发现我们有一个小小的伊豆屋招牌，那其实是一个伏笔哦。其实我们从去年就很辛苦的在酝酿一个我们的宝宝，就是伊豆屋这个品牌。那伊豆屋这个品牌呢，我们希望给大家一个温暖有品质的东西，结合了豆的喜好。你的喜好是什么？好吃的。没错，那我的喜好呢，就是一些可能特别的东西啊，新奇的东西。那伊豆屋这个品牌呢，就希望在今年的时候继续延续去年的努力，呈现给大家。没错、哦。所以今天呢，请大家跟着我们一起去看我们的宝宝吧。Let's go！ 哇，这是我们的宝宝吗？没错，这是我们的宝宝，好兴奋哦！今天我们特别来工厂看呢，是看我们伊豆屋这一次主打的主力商品港式牛肉饺。那其实我们这次伊豆屋推出了三个水饺口味，有高丽菜鲜虾、高丽菜猪肉，以及今天的港式牛肉饺。漂亮哦，很漂亮，对不对？这个颜色就是金元宝的宝宝，看起来就很喜气。你知道为什么我们这次的水饺吃起来会这么好吃吗？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一次我们的港式牛肉饺呢，选用的是澳洲古饲牛，再来呢还有很大量的洋葱跟青葱，可以提点它牛肉的鲜度，还有饺皮很不一样哦。你下次吃的时候是不是觉得饺皮很 Q？ 超 Q！ 因为我们这次的饺皮呢，选用水分比较少、筋性比较高的饺皮，所以除了可以做一般 Q 性很强的水饺以外呢，还可以做成煎饺，所以咬下去的时候，哇，那个蔓延的肉汁，我现在想到就饿了。Oh my god！ 还是先去吃好了。先吃。然后我们家的水饺为什么会好吃呢？是因为我们家的水饺都是手工捏制，每一颗到你手上的时候都是精心手工捏制、手工研发的哦。大家可以来看一看。你们看，我们家的水饺很用心哦，每一颗都是独立包装。因为我们希望到时候送到你们手上的时候，每一颗都是心血结晶，每一颗都是最完美的，所以大家收到的时候可以体会一下我们的努力和用心。好，那除了这一次的港式牛肉饺以外呢，其实我们还有高丽菜鲜虾跟高丽菜猪肉。不过你在这边今天要帮忙大家做一个动作，是吗？把我们的宝宝拿去保鲜一下吧。那有什么问题？急速冷冻，来，你一个人应该可以吧？不是整车，一篮吧，免得宝宝受伤。你可以吧？自己一篮，这个很轻的。走。